其实脸上长皱纹啊、色斑，很大程度上都是被紫外线所致。防晒不只是防晒黑、防晒伤，它还可以防止晒老。Hello， 大家好，我是 AB， 欢迎回来。今天的内容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爱的防晒霜合集，会讲到15支我用过的防晒霜，其中包含几款这几年非常热门的防晒霜。那我会根据防晒霜的类型、成分、使用感受以及是否对人体安全、是否对海洋环境友好来进行一个区分和推荐。在我前面两期的视频当中，具体科普了防晒的知识和原理，以及如何科学精准的进行防晒。如果对这些方面不了解的小伙伴呢，记得一定要去翻看前面两期的视频。第一个部分来推荐一下我最爱的四支物理防晒，成分安全，适合绝大多数的皮肤，并且是海洋友好型的物理防晒。噔噔，第一支是我的脸部防晒冠军选手 Biosense。这款防晒霜呢，它非常滋润，很好推开，也不搓泥。它涂在脸上之后呢，我个人感觉整体的肤感很好，后续也非常容易上妆。那像我今天就是先用它，然后再进行一个局部遮瑕，然后扫一下散粉，像平时就可以这样出门了。那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水润感妆容的小伙伴呢，你应该会喜欢它，因为它的光泽感特别好。在有效成分方面呢，它是非纳米氧化型，是一个对人体安全且环保的成分，并且这个防晒霜呢是有 EWG 认证的。那我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EWG 是什么，它的全称是 Environmental Working Group， 是一个非盈利性的环保组织，主要研究的是消费品安全啊，还有环境安全的公开平台。他们会评测和认证化妆品、保养品、生活用品等等，并且他们会列出每种成分的评级。那他们的评分标准是1到10分，十分指的是最不安全的，那一分呢，也就是靠近最安全的部分。EWG 呢，在美国是非常有公信力的，大家平时买完的消费品呢，也可以去上面查一下是否符合这个安全标准。在 EWG 上面查到呢，这款 Biosense 的防晒霜是认证的，也就是可能比一分更安全的防晒霜。查完之后我真的非常欣慰，因为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呢，也推荐给你们。不仅如此呢，它还是纯素无动物实验，无毒无防腐剂无合成香料， PEG free 等等，用起来非常安心。它整个品牌的理念呢，从可再生的原材料到产品到包装，都有在为这个环保可持续出一份力。那它和我自己的这个价值观也非常的契合，所以我就有加倍的喜欢它。第二支是这一支 Ulta MD 润色防晒，它应该是防晒界的老熟人了，很多人应该都知道它，也是皮肤科医生推荐的防晒霜。那它用起来呢也是非常的安心，它的膏体是贴近大多数人的肤色的，有润色的效果，可以调整和均匀我们的肤色。这一支呢，我是比较喜欢用它当做底妆，是这种哑光妆效的，但是它一点都不拔干，还蛮滋润的。它涂在脸上呢，是带有那种硅感，有用过 Benefit 那一款反孔精英，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它的问题就是会搓泥，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呢，要慢慢按压，千万不要拿去用手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减少它搓泥现象的发生。综合来说呢，我还是蛮喜欢这款防晒霜的，在平时不化妆的时候出门呢，也可以保护好自己的皮肤，然后还可以让自己的皮肤气色看起来更好。同时呢，成分上也让我感觉非常安心，它是无香、无油、无防腐、不过敏、不堵塞毛孔的。但是我不确定还会不会继续回购它的原因，是因为我不确定它是不是非纳米颗粒的物理有效成分。因为纳米级别的氧化锌和二氧化钛呢，它还是会伤害珊瑚和海洋环境，所以如果有小伙伴知情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同时呢，我也发邮件去咨询他们这个成分到底是不是纳米颗粒还是非纳米颗粒，这样子的话我们之后也可以更放心的使用它。第三支推荐的是这支 Badger， 是美国的老牌防晒品牌，它是含有98%的有机成分加上氧化锌，涂上去整体感觉还是比较厚重黏腻的，刚开始涂上去会有点泛白，成膜之后呢，它的泛白现象就会减少变透明。这一支呢，我通常是用来涂身子的，因为它比较油嘛，但是呢，如果去海边玩水的话，我就会用它来涂脸，因为它有防水的功能，大概40分钟，所以呢，像容易出汗啊或者玩水的环境呢，我就会使用它。
其实在夏天很多地方都特别的热，所以你有时候不用动呢它都会一直流汗，那用防水的话呢它就可以相对来说不会那么容易流失防晒霜。接着继续一次性把它夸完，它是 EWG 评分一分的，非常可靠安全。同时它的成分是非转基因，无香料，无染料，无防腐，无其他人工成分的。第四支我推荐的是这个 Think Baby， 它也是皮肤科医生检测和认证的防晒霜，那它是我去海边还有户外以及像暴晒环境之下的首选防晒霜。它防晒能力很棒，防水可以达到80分钟。这款是有机矿物防晒，成分非常温和。从2010年起呢到现在 ，EWG 的认证评分是1到2分。这款防晒霜呢，它也是无毒、无动物实验、无防腐剂、无石油、无肤质、无乳制品，并且它是可生物降解，而且使用的是环保包装。虽然说它这个泛白还挺明显的，而且你比如说你去游泳吧，或者在外面玩一天回来，你会发现就是它会变得很 cakey， 就是在身上可以搓白粉下来的那种感觉，但是完全不妨碍我对它的信赖。关于美观问题呢，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嘛，但对我来说呢，如果是在暴晒的环境之下呢，你想尽情的玩呢，那你就要找一个能够很好抵抗紫外线的防晒霜，那么它就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物理防晒霜呢，其实是所有防晒霜当中最安全的，没有之一。根据 FDA 2019年提出的防晒霜论，指出最安全有效的防晒活性成分是 zinc oxide 和 titanium dioxide， 这两个成分都是物理防晒霜，像是孕妇、6个月以上的小朋友、敏感肌都适用于物理防晒。而且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物理防晒产品可以做到跟皮肤更好的贴合，我们可以选择的也越来越多，那么在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的皮肤不被晒老晒伤的情况下呢，又可以照顾到海洋环境，进而可以减少消费地球，让大环境变好。那么如果你们也有知道哪些产品呢是比较安全和环境友好的，也欢迎推荐给我。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